彰化市市芳产销班生产的莲英蜜品质真好，连续几年哦，是来摕到这全国比赛大奖。今年搁较有六位用夺这全国头等奖，市长邱建富嘛特别颁奖恭喜。另外，讲这今年莲英蜜量少，计少卖来去三成左右哦，民众若是想要买，就要把握机会。彰化市市芳产销班生产的莲英蜜，定定得到全国大奖。1997年起，连续七年得到特等或者是头等奖的荣誉。今年产销班更加赢得六座头等奖，市长特别颁发蜜蜂纸浮雕的牌匾来祝贺得奖者。彰化的芳蜜啊，经过呢这两年外行销呢，员工呢全国啊非常出名。尤其咱伫这个管市农会，会当呢将咱的彰化芳蜜、八卦山咖啡，啊加这个营养的饮品呢，三项来集做伙，成做咱彰化市吼彰化三宝。啊，即卖呢彰化三宝，就是呢咱的彰化蜂蜜、八卦山咖啡加市农养生饮品。市芳办员表示，南部莲英树的开花情况无好。中部开花时阵，阁拄着雨季低温，蜜蜂的量少，计少起将近三成。气候问题，伊就会减少，产量歹，伊个生态歹，就排天晒，气候歹，阁来就繁殖就真歹啊。繁殖伊就歹，袂无法当生态。就着迄山吼，伊啊，你也无照顾，无迄落吼，伊就是一直芳会一直无去。林英碧今年伫市公所甲市农会等单位大力行销下，销售真好，平均产值逼近2000万。因为今年的产量真少，民众爱把握采购机会。大中华新闻，台门新中华采访报道。